这虎虫太抢手了，居然卖了10多块钱一斤，哎，想不通。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，今天我们和二叔去扯虎虫啊。二叔天天搜查啊，在外面看到一个地方说有一大块那个虎虫，看他吹不吹牛啊。来这里够慢了，我已经干了啊。啊，那费事哦，你硬是。这个茶园好漂亮哦，牛儿。虎虫也漂亮。嗯，哪里有肉了？肉也有哦，那是也被人挖了一些的。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看这响应机都还在。多门。哎呀，这东西怎么看呀？这东西。嗨。二叔拿个好大的棒都在那儿嚼。这虎虫还真的挺多的，有大条。你看这个虎虫大不大？呵，这是冲那个冲一样大的，还行啊。一米。算吹牛了，这几斤也冲大啊！今天看你们两叔子哪个挖最多？啊，我都觉得快些了。你们在哪搞的怪？啊！我问你们在这边搞的怪？搞怪不你胡说呢？你早挖点了嘞，早挖点了嘞，那不是人挖的偏的，挖远的哦。哦，那就那就这么多。那好，那就那块吃去。你不要，多少啊？你我没吃，没吃啊？嗯，养不起，又不吃。哦，那老刘，你换了一条脚，换到老火，你要吃呀？你是看大闸？大闸嘛，你没看那手速，那手速快。你挖虎虫？嗯，挖远的。啊，天天有人挖，天天挖，多少钱几分卖？没哈数，10多块哦。嗯。啊，你们在卡到这边快。哈。好快哦。好快。嗯。不快点卡不一样嘛。嗯。哎，这虎虫太抢手了，居然卖了10多块钱一斤，哎，想不通。所以说啊，他卖了10多块钱一斤，他连虫虫都要被挖走，我跟你说。好大个天坑啊！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天坑啊。所谓天坑啊，就是水溶地嘛啊，就是相当于水把溶了，下面凹出一坨啊。像我们这附近有一个红石林啊，它也是个喀斯特地貌啊，就离这儿很近的啊。我们现在是另一个镇的，就是不知道下面有多深啊，下面都长满草了。清明酒醉，腊肉有味。这边好大哦。跟加重的一样。嗯。家伙，这虎虫打的就是有点离谱。看，那么大吗？一点都不像野虫。嗯，虎虫就是野虫啊。我们本地叫虎虫。又搞了一大把啊！又差的。有我多没？啊，有我多没？啊，你搞的关系嘛？哦，好。嗯、你的卷子，卷子，卷子。那、啊、你比我多些。嗯。你搞的岸边啊？哦。那、我就搞上面去闲逛的这句啊，就是都说挖过的，我搞过的。哎，可以挖来这里。那是。好，这大半坡的。好，再挪几把去啊，把路往北溜啊，大半北溜了现在。这。那如花这几根，哎，你是搓个屁哦，搓深了是没？搓浅了，搓浅，再挪两把，差不多的。金子开花了。哎，好嘛，挖了嘛。啊，如花啊，出来的，给俺说打算的。线断了，我忘它。有两根嘛？好，差不多的。还有两根嘛？你莫挖上瘾喽。
往米地里。好一点。好，慢点。如果过。好，慢慢一百六啊。被人挖过了，主要是不挖了的话，我们今天能搞好多啊，这边确实多啊。好吧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